二嫂。哥哥，你等。去等水啊？哎，这么早就从果行回来了？是啊，买点橄榄去了，又涨价了。是、啊。现在做生意真难、啊。现在的东西啊，一天涨好几次。真难呐、啊，就是、混口粥喝都难哦。小林呐、啊，我要是借不到钱呐、啊，我就没米下锅了。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哎，谢谢你，谢谢你。哎呀，这，哎呀，你看你又把衣裳弄湿了，快回来。阿琴煮饭了，阿慧，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去上工啊？又给辞了。金医生，你早啊，早。金医生啊，早啊，二嫂。金医生，你早啊。早早。阿昌，哎，给我烫条裤子。好，我等着出诊的。哎，等熨斗烧好了，先给你烫。金医生啊，这是你头一次出诊吧？是啊，你可得烫挺点的。金医生啊，你可要打扮得有点派头才行哦。啊，昌嫂啊，先给我来一点。嗯。嗯，又不给水了。还没开锁呢，没到时间，都不是过了多久了。喂，八姑啊，开开水呀！吵什么？水先开，洗了会儿就那么咋呼？交房租就没见过你们那么急。那就是，就是，我要洗衣裳。那钥匙在这儿，想用水就交房租了。没有一点道理。阿昌啊，这让咱们重新收摊啊！这是。哎呀，欠人家的租就得受人家的气嘛。哎，真是岂有此理！这许多人有见有不见的吗？总不能一租干打一船人呐！真倒霉，我还等着出诊呢，偏偏没水洗脸，这不诚心砸我的锅吗？我可没欠他的租，干嘛不让我洗脸？哎，我要洗脸。喂，八姑啊，干什么？你听见没有啊？这么吵，叫人家怎么睡呀？睡睡睡睡你个死人头！我不厉害点，他们就不交房租了不？你喝西北风啊？哦，靠你点房租就要发财了？你看，人家黑三开那玩意儿多好，把这些房客赶走了。哎，你来。咱们也开一间那玩意儿就好了，在这开那个玩意儿，哎，可捞钱了。那你有没有门路啊？有啊，我今天就跟胖子去合计合计。这样啊？哎，怎么样啊？那你合计定了再说吧，睡吧睡吧，让你睡个够了。谁那么该死的啊？啊！快拿桶来！水箱，谁开了我的水箱啊？快给我关上！哎呀，好大的胆子！好，叫你们瞧瞧！哎呀，怎么了？炳哥，这帮穷鬼想造反了，你快下去给我治治他！哎呀，算了算了，抬不起来呀、啊！是你们房客厉害，还是我这个包租婆厉害？别说没关照啊，凡是欠租的，上午不交就不开水箱，下午再不交就剪电灯线了。啊，韩师奶，刚刚从屋厂回来呀、啊？哎呀，你可真讲道理，一到日子就交房租了。都说你们当舞女的好，赚钱又容易，是吗？可不是，那舞客请你跳舞啊，左手托着你。右手啊搂着你，不怕累着又不怕摔着，两三分钟啊就给你钱了，多好赚呢、啊、好赚，那你又不去当舞女？嗯，臭德行，有两个钱交房租就那么牛气，你以为你赚的钱好香啊？哼，贱货。夫婶，
啊，你这点钱只能够买半斤了。又涨价了。这两个鸡蛋给小妹吃吧。你看她病成这样。你真好心。那八姑是我自己的钱买的。阿香，你想死啊你。我自个儿都舍不得买鸡蛋吃，你买了请人家吃，这么阔气。你干爹就起床了，煮给他吃，去啊。哎呀，八姑还给你。哎呦，哎呀，死丫头死丫头死丫头，打死你个死丫头。八姑来擦擦手。滚。水满了，快拿出来，该我了。来人，快把桶拿出来。哇，谁开了我的水箱？是你的钥匙开的吗？神经病，我的钥匙在楼上。这钥匙是谁的？啊？不是你从窗口扔下来的吗？笑话，我会把钥匙扔下来给你们开锁？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哼，没人承认了吗？啊？哼，想用水没那么便宜，收起了房子才放水。哎呀，急死我了！兵哥，快把钥匙扔下来呀！啊，水都放了，还要钥匙干什么？哎呀，我们那把，刚才不是哀家，自作自受啊！谁想用水，谁就交房租来。霸着水龙头逼人交租，真不讲理！租我的房子就要守我的规矩，谁不乐意？我的房子不愁没人住，嗯，还不拿开呀、啊？拿不拿？拿不拿？有谁倒霉谁呀？欠了房租还想用水，那死妖婆子真可恶，都一枪给他踢烂了。欠租最多的是你，用水最多的也是你。当然了，我交双份的水费钱吧。你们两口子的衣服都是我包洗包烫，一天加好的了不？一分钱没给我还想怎么样啊？哼，今儿个你看看，都一枪给踢烂了。我呀，非让你赔不可！哎呦！你这臭娘们撒野，找你男人去！哼，你这个女人比我还要凶，这成什么世界啊？阿昌，你看你女人泼了我一身水，你看，你看呢？八姑，对不起，我给你烫干她。烫干她？哼，你看你女人多凶，又打我又骂我。我一会儿打她，我骂她，好不好？好，我叫你现在打给我看，骂给我看。走，走啊！我烫什么？我你看，走。要是你老婆不当着大伙向我认错，我叫你马上搬家。你就给他赔个不是嘛。哼，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男人是有名的地头蛇。是啊，待会地头蛇来了就更够呛了。我宁肯睡马路，也不受这种冤枉气。要命了，太好了，天开眼了，这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金医生还等着条裤子出诊呢。阿昌啊，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啊？哎呀，金医生等着穿去救人命的。金医生啊，那啊，谢谢八姑。你穿这条裤子去出诊呢，真够摸登的啦。哎，旧货摊买来的，不过穿了十几年可没穿破呀，料子不错。哎，啊，早啊，金医生。哎，你们笑什么？哦，笑我第一次出诊呐、哎，以后就多了。金医生啊，你看，什么事儿啊？裤，这、啊，怎么这样？我，哎，还有条裤腿呢，那在这儿呢。哎呀，阿昌啊，你怎么搞的？我给烫破了。哎，你怎么那么粗心呢？金医生，金医生，我刚给你烫裤子，八姑愣把我给拉出来了，
我连熨斗都来不及拿开呀、啊！你看这……哎，我就那么一条裤子，你叫我怎么出诊呢？哎，你还笑得出来？哼！金医生，哎，我慢慢的再赔条裤子给你就是了。你怎么能赔得起呢？哎，可我没他也不行啊！造孽呀！这件事也怪不了阿昌的。对嘛？怎么能弄这一条腿出诊呢？哎呀，别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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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说句公道话了。这件事情啊，谁也不能怪谁的。大家说对不对啊？这是天灾人祸，各有天命。这条裤子是谁的呢？就是谁命中注定的。金医生，活该你倒霉了。什么？该我倒霉？你惹的祸，我要你赔啊！要我赔？是你把他拉出来的，就应该叫你赔。别吵了，吵什么？你们都吃饱了撑的，啊？小猫，小猫！兵哥，这帮穷鬼想赖我。阿昌烫坏了金医生的裤子，说要我赔我啊！这话谁说的？啊！你们想欺负人？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啊！刚才是我把阿昌拉出来的，他正在给金医生烫条裤子，忘了把熨斗拿开。你看这就……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我就这么说了，是天灾人祸，各有天命，你这是活该倒霉。你这话说的对呀、啊。拿来，金医生。啊，你出来，什么事儿？这条裤子是你的吗？嗯，喏，你看看，金医生，没点气派，烫坏条裤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嗯，人家又不是有意烫坏你的，叫人赔不？街坊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啊？哎，我就这一，学学我吧，哪年我没有十条八条裤子叫烫坏的？嗯，我从来没叫人赔过。我怎么能跟你比？我就这一条裤子。八姑说的对，这叫天灾人祸，各有天命，算你倒霉。阿昌啊，你看看、啊、这条裤子和烫坏那条差不多。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呀，这可是天开眼呐，上头有我的名字，这条是我的，烫破那条可不是我的。那这条是？那。还不知道是谁倒霉呢，快去快去，不知该哪个王八蛋倒霉了。丙叔，这条是你的啊？哎呀，死了，真是你的。阿昌，你撑昏了你。我这么好的料子裤子，你给我烫个大窟窿，你给我赔条新的。丙叔，没点气派，要人家赔？街坊四邻的怎么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总有十条八条裤子给人烫破，从来没叫人家赔过？丙叔也不会叫阿昌赔的，对吧，丙叔？好了，我出诊去了，再见再见。你给他烫裤子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前天晚上交给阿香的吗？把阿香叫下来。阿香，滚下来。阿昌，你可不要瞎了眼呢、啊、王巡官是我干爹，你想不想坐牢啊？蔡孟老，你说句公道话，阿昌烫坏我的裤子，你说该不该赔？应该赔。要是烫破了裤子不赔，那阿昌不就可以随便烫破人家的裤子了吗？你说对不对啊，丙叔？哎，这就对了。不过是这样吧，今天这条裤子就用不着赔了。怎么？刚才丙叔不是自己说过吗？天灾人祸各有天命，那这回就该你倒霉了，丙叔，是不是？你怎么说天灾人祸各有天命啊？那你又那么讲，我不是跟着你说的吗？我讲你就不要讲了吗？还说还说还说，死丫头！什么事啊？谁叫你把这条裤子给阿昌烫的？咱们家的衣服一直是给他们洗烫的，你不是说这样又省肥皂又省炭？又不用花钱，想死你！你瞧，烫那么大窟窿，又不是我烫的，还犟嘴，
裴正德呀！私人你，快点滚！哎呀，你看这啊，你跟黄大侠去你，往哪跑？你跑！你不敢走！哎呀，你还敢跑你？你好大胆子你！我打死你！我！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你干嘛打人？管你屁事儿！我先揍你小子！哎，你倒打起我来了！哎呀，别打！你敢打我？打你怎么样？哎，躲开！躲开！躲开！你打你打过来打你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呀过来放开我你过来放开我来呀打你揍你哎呀哎呀你这兵哥哎呀你这兵哥哎呀你打不死他哎呀你个麻鞋的兵哥这打死他往他腰眼上打往他腰眼上打你个麻鞋的你我气死你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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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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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着哎呀走吧，咱们上楼去吧啊！嗯，走啊，小子，看在八姑的面子，我揍死你！以后你小心点吧你。走吧，别！你把你碗拿来，什么时候不见的？本来放在这儿的，刚刚秉叔在这儿打架的时候，你看他就不见了。哎呀，照你这么说，这块料子不见，想赖我了？赖不赖都好了，反正我不见了这块沙。哎呀，别搭理他们了，又没说是你偷的。走，咱们上楼。干嘛不理？有我在这儿，还有人敢偷东西？我一定把他揪出来。大家都别走啊！谁急着走，谁就是贼。哼！裁缝佬啊，当着你的面，我一个个搜给你瞧，谁身上搜出那块料子，谁就是贼，好不好？好啊，好啊。可这么不？要是搜不出来，你要赔偿名誉，大三元请十桌酒吧。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了，不搜了。哈哈，你想缩回去，晚了。喂，还是搜一下好，大家闹个清白啊。哎，少管闲事儿。济公府，你这辈子这句话讲得最棒了。你过奖了。财务老，那块料子什么样的？是四尺长的乔其沙，是吧？白花的，白花的。行了行了，大家听着啊，四尺长白花乔其沙。哎呀，别管那么多事了。干嘛不管？这偷着偷着就偷到咱们三楼去了。先搜你这小子。你搜我，谁搜你啊？什么话？我还要搜啊？要搜大家都搜。对，就是的，大家都搜。难道我还是偷人东西？快点上楼去啦！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看着啊。那，没有吧？那，你还想搜我？原来你是贼！财务老，你贼赃陷害你！丙叔。这沙是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吗？快点走了。哎呀，我两只手在打架，我怎么偷你东西？难道我有三只手？我打死你！你们别冤枉人，我敢担保，这块沙不是丙叔偷的。啊，你们都听到了吧？济公府，你真够朋友。明儿陶陶去喝茶，我的。哎，太客气了。你说出来，是哪个王八蛋偷的？哎，你刚才跟发仔打架那阵子，我亲眼看见有个贼。偷了这块沙，塞到你兜里。你说是谁？我不敢说呀。济公府，何必得罪人呢？是啊，大伙儿出来混嘛，何必得罪人呢？我给你撑腰。哎呀，炳哥，怎么了？搞清楚再上楼嘛。你说是谁？我要把他打成肉酱。这样啊，好，我就说，这个贼就是包租婆。啊！哎呀，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我打死你！你这个，哎呀，你打死我！
们想造反的，你们我拿斧头砍死你们！我砍了你！我走来了，哎，坐坐坐，哎，请抽烟。喂。这么迟才来啊？哦，来来两杯咖啡啊！啊，喂，我想在我那儿啊开个赌场，地方也够大，麻将摆的八九桌，再找几个房间可以抽大烟，找几个女人，有的抽有的赌，什么都有，这玩意儿可赚钱了。你们诸位感不感兴趣？好，好，我一定投资。炳哥，你可真有办法啊！嫖、赌、饮、吹，四门齐全呐！来玩的人呐，个个快活赛神仙呐！哎，我看就叫逍遥宫，怎么样？好，好，好！喂，我说明天呢就跟我去看地方，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大家把股金都带着，说干就干，怎么样？嗯，炳哥，有个房客可不能赶走哦。谁呀？谁？嗯 ，no。怎么样，累了吗？没什么。哎呀，真热死我了，跳了三场舞他才给两张舞票，真缺德。这可是逍遥宫现成的活招牌呀！啊，哎，就怕他不肯呢。嗯，炳哥，你们家的黄花闺女舍不舍得拿出来投资啊？是啊，炳哥，阿香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十足是棵摇钱树，把它放在逍遥宫里啊，哼，大家一定投资。是啊，炳哥，八姑把它买回来想赚钱的，他舍不得。近水楼台你先得月嘛，先下手。来，生米煮成了熟饭，八姑她也就没话讲了嘛。对嘛。这一世求，哎呦！阿香，你笑什么？你拿惯了钉锤呀，就是不会拿针。我缝的比你强多了，不信呢，你看看。算你强了。哎，借个钉锤我用用。干嘛？嗯。好，我给你钉上。嗯，我钉的比你还强呢。不信你瞧着。嗯，好，看看你的手艺。让我看看你补的哪。这回呀，可不怕别人给偷走了。你先别笑，看你钉的怎么样？哪？哪儿？钉的可真结实啊！死哪儿去了？哎呀，你也真是的，三六九条熟章不打，偏偏扣着张九条来截胡。就是要找那些熟章打嘛。阿琛，你也是的，扣得我要死，难道我有胡不吃，等着输大牌呀、啊？赌场上不认爹和娘的。八姑，你也够辣手的了。早点给张牌添个对儿，让我胡个平胡不就好了吗？啊，三个人赢了我一个还不够赢啊。哎呀，算了算了，打牌嘛总是有输有赢的。三姑娘走吧。走。
阿姑走了啊，明天再打。砍断我手指头啊，我也不打牌了。阿姑，哎，走了啊，明天早点来开桌啊。知道了。倒霉，输剩了一块钱。你输的不多吗？什么？这几天都没赢过，一个月房租还不够输的。那是你手气不好吗？撞扫帚星，一定是偷了我的。偷了多少你好讲的了不？不讲我就打死你，讲不讲啊？死丫头啊！一定是偷了我的。偷了多少你好讲的了不？不讲我就打死你，讲不讲啊？死丫头啊！喂，陈楼啊，我在喝稀饭，你像撒胡椒面似的。哎呀，喝碗稀饭就那么神气啊？要吃的蛋炒饭那还得了？我就这样。就这样这怎么受得了啊？鬼叫你们住楼下，我就这样的了。受不了你们就搬，受不了我也不搬，你剁我就捅。啊，你敢捅我的老板？捅啊捅啊，哎呀哎呀，捅啊捅啊捅啊捅，剁吧剁。我哎呀，你这臭不嫌，你要干什么？打人就是骂人，你太霸道了！你，我就这么霸道的了，有种的你等着！哼，你来呀，我怕你呀！别这样了，快下去吧！你个臭小子，老娘非把你砸个稀饭不可！来呀，非打死你不可，打死你不可！你个臭小子，你个臭不鞋的啊！好啊，你敢呢？你敢呢？打呀！你太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你太霸道了！你敢就这么霸道？你霸道就不行！没有，你不可！大家乖巧。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打死你！我叫你来呀！哎，你干嘛打我扫把？你干嘛拿我扫把？啊啊！哎呀哎哎！好，你再上来，我非打死你！啊！哎呀，怎么是你呀？不用上楼梯就到家了啊！这倒省了我的腿气儿了。气死我了！阿香，还不快来帮一把！喝的这个稀里糊涂的，坐下来歇一会儿啊。你看看你搞得浑身都是脏，哎呀，别那么逞能了吧？不会喝就少喝点了吗？哎，阿香，还不切个木瓜给你干爹吃？哎，炳哥，跟那些朋友商量定了没有啊？商量定了，不出一个月，我们这家逍遥宫就开张大吉了。瞧你说的容易，七十几家房客没有哪家有动静。嗨，明早请三六九喝茶，有办法。哎呀，哎，哎，怎么了啊？死丫头喽，又气得我心口疼。又是输了钱拿香出气了。哎，老李的新倒的云土，你去抽两口，气儿就顺了。阿香的丫头我来治他，去吧。那你陪我一起去了。我睡一会儿就去了。那你快点来了啊。好了。这个死丫头得好好治治她才行呢。得了，我心中有数。你小心点。小心什么？怕你啊。哎，你个臭小子。哎哎呀，你阿姑养大你是要卖你到新加坡去当妓女的，我舍不得你去，我好疼你的，你知不知道啊？阿香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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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别走。
走到哪儿去啊？没路可走了。啊！炳哥，阿姑，你们两个怎么受他们的窝囊气？这回啊，等我三六九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全靠你了。小宝，来两碟。趁热吃啊。兵哥，王这帮穷鬼的诸葛亮真是一根搅屎棍。歇你那个补鞋的，这小子前天打伤了我的腰，昨晚上又挖了个洞，像捉老鼠一样捉我，想要我的老命啊。不抓他去坐几个月牢啊，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好，你先抓那个补鞋的，杀鸡给猴看。顾行回去，你呀，哪来？行了吧，我下去了。好，喂，有贼呀，有贼呀！白天的，谁敢上楼上偷东西啊？也不知是真是假的。走吧，又不关咱们的事儿。好大的狗胆！我说过嘛，偷着偷着就偷到我三楼上去了。我今天丢了东西，现在我去找警察来抓人。又该倒霉了。走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真气水淌，那包佢唔喊噃，老人家先。来来来。三六九，三六九，好了，走吧。哎，还没给钱呢。先记着，先记着。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买啊。我就住在三楼。哎呀，警察先生啊，你说这贼有多大胆子啊？竟敢上我的三楼去偷了我这么大个包袱。哦，包袱里都什么东西啊？那两件旗袍，红的一件，绿的一件，两件毛衣，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就是，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啊？这个补鞋的，喂，别瞎赖人啊！赖你！昨天晚上敲开我们家的楼板，不是想上去偷东西去，想干什么？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啊，他住在这儿。开锁，开就开。慢着，搜不着怎么办？喂，丁叔啊，搜不着你要放串大鞭炮的不？对呀、啊。好，放就放，搜了。对，赶紧我敢担保，丁叔啊，说得到做到。哎呦！哎呦！在什么地方啊？在那个木箱上头吗？还话都说露馅了你，让我来吧。喂，是不是坑害人呢？这种事情怎么回事啊？炳哥，包袱呢？没有啊。让我来瞧瞧。我明明看见你丢到上面的吗？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包东西值好多钱的吗？要是真的给人偷了，那可就冤枉喽。我明明扔在这儿的，真是活见鬼了。要是真的不见了，你可以赔我新的才行呢。哎呀！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到警察局去。没凭没据，怎么能乱抓人呢？哎，你不能归巢，拉警察局去。走，小五，包袱在这儿呢。啊，让我来瞧瞧。哎呀，阿弥陀佛，找到了。这个不是我们的。怎么不是我们的？你瞧瞧，两件旗袍，两件毛衣，你看一件也没少。你，哎呀，包袱找到了。找到了。没事了，我走了啊。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快回去吧。刚才说的，要放鞭炮的，要放鞭炮，没事，要放鞭炮。你说好了要放鞭炮，一定要放鞭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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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鞭炮。
大嘴，来点虾。啊，四两双生。哦哦，买冰渣。啊，坐这儿吧。好嘞。想吃点什么啊？馄饨面。哎，你还是来晚粥了。啊哈。喂，阿九啊，两碗馄饨面啊。好，再有两碗。妈，请进。哎，来碗粥。过来呀，过来呀。老爷太太心情好，没钱给，没钱给，走走走走走。哎，这回呀、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呀、啊。反正什么脸都丢光了。哎，最坏阿香这个死丫头，胳膊肘往外拐，谁要是给过我这几年的饭钱呢，我就把她卖了去。马眼栓豆腐甭提了。哎，碗菜米呢？啊，谢谢你，阿水呀、啊，那碗粥怎么还不来呀、啊？睡着了你？啊，来了来了。三六九啊，这回我要死给你看了。明天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半个房客都没赶走，现眼了，现眼了。林哥，这帮房客可真够捣蛋。坐里来。不捣蛋也就不找你了，老兄。嘿嘿。哎，依我说呀，不要一个个赶了，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夯不啷一起赶啊！哎，来盘鸡屁股。哦，该美。老爷，过马路坐车吧。啊。哎，还是走走好。好肥的鸡屁股，来尝尝。哎，八姑啊，你不是要把阿香卖掉吗？有人要卖？哎，等我给他做个大媒吧。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没用？跟你们说吧，有条好门路，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福气啊？什么福气？什么福气？我们警察局张局长，有钱有势，就是缺少个儿子，早就放出风来了，要讨个姨太太，多少人要把女儿送给他，找我搭线儿。我都没管呢。你妈香长得挺漂亮，局长看了一定中意。如果他中意了，我不一个子捞不着哦。哎，三六九，八姑在阿香身上花了不少钱的不？嗯。养这么大，能白白送人？哎，算了吧。哎呀，你们还算是混事儿的呢，这分量还掂不出来呀、啊。阿香是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了局长，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局长老丈人老太爷，你呢就是局长丈母娘老太太。你们二老要是有事儿，找到局长女婿出来说句话，哎，那不就得了吗？是的，是的。哎呀，我说，三六九说的对呀、啊，说什么阿香是咱们女儿，她嫁给了局长。局长就是咱们女婿，要赶走那帮穷鬼，说一声不就行了啊？你说是不是啊？那是啊。你不是说要快刀斩乱麻吗？我看局长这把刀可够快的了吧？啊！哎呀，还有呢，你们不是要开逍遥宫吗？要是警察局长给你们坐后台，那谁还敢碰你们线儿？啊，今后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哎呀，三六九啊，你要是做成了这件好事，我真不知怎么谢你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啊。哎，好说好说。哎，那将来还要靠你这局长岳父老太爷、局长岳母老太太，在局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啊，在我这儿啊，给我多加那么两道啊。好，咱们有福同享，干杯！哎、干。干了他！干！刑警先生，你没收了我的摊子，我要靠他养活全家的呀！你快还给我啊！快还给我！哎呀，掌柜先生，你帮我求个人情了！走开！你们怎么这么多讲道理的呀？你们怎么不讲道理的？还给我！还给我！哎呀！哎，又是抢劫，整天都是抢劫、杀人、强奸、自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靠的人呐、啊，不得安宁，哎，头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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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告局长。你又是什么鬼案子啊？这个重要案子我要马上处理，你们先出去。丙叔，这儿大大小小几十间房间够用，将来大有发展呐！啊，当然了，阿星。我看保证打得响。哎，房子太旧啊，要修起来恐怕要花不少钱吧。喂喂喂，72家房客这么多家，我看赶到年三十晚都赶不完了。是啊，这都是个大问题呀。哎，大家放心啦，警察局。阿香，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啊。跟你说吧，警察局啊就要派人赶他们走了。你以为倒垃圾吗，八姑？是啊，72家房客，这么多人，也气人不行。不行不行！哎，诸位诸位，哎，诸位诸位，今天逍遥宫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昨天在舞场都说好了，要把股金都带来的，怎么你们都变卦了？不是，这几天银根紧吗？过几天一定交吧。丙哥啊，要是赶不走那帮穷鬼呀、啊！开逍遥宫好比白日做梦啊。嗯，是啊。哎，丙叔，你说警察局的王巡官要给咱们撑腰，怎么还没见他来呢？啊，是啊。为什么？王巡官算老几呀、啊、我今天给你们透点底吧。这儿的警察局的张局长啊，要和我们做亲戚啦。什么亲戚啊？他看中了我们家的阿香了啊！我们让我们上哪去啊？我们住哪去啊？说什么也不搬。喂，你再上去看看，啊？去去去，等着去，我们再下来问问他们。对，哎，又来了一个。老要开妓院，到你们自己家去开个够。算了，别说了，就说怕什么？干嘛？瞎了眼，没出苍蝇。对不起，对不起，又来收买人命了。让几百口人睡马路去，生儿子都没屁呀、啊！哎，别乱说，他们这是干什么？哎，他们都在发穷疯呢。哎，请上楼，请上楼。什么发穷疯啊？他说我们发穷疯过。我去看看。行行行行行，干什么？不是，你别瞎了眼了。干什么？这么多孩子，瞎吵吵什么？吵什么你们？啊！明哥，局长来了啊！局长来了，哎呀，局长，这就是饼根。哦，局长，局长，楼上坐，楼上坐吧。哎呀，楼上坐，楼上坐。哎，请请请。哎呀，三六九啊，怎么局长来了不早告诉一声呢？局长看了照片啊，就像猫见了耗子。是啊，眼都直了，说来就来了，这事儿十拿九稳了。哎呀，快叫阿香来伺候吧。你先上去吧。哎，阿香啊。快上楼倒茶伺候局长吧，别老拉长苦瓜脸，要笑眯眯的啊！啊，去了去了去了。那看见了没有？警察局长的亲自到我家了，限你们10天之内啊，不就搬。要是不搬，就把你们东西都扔出去。哼！诸位请坐呀，请坐。好好好，坐坐坐坐。你府上来这么多客人，我这一来会不会妨碍你们呢？啊？不会不会，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在一起谈谈生意。啊，那都谈些什么生意啊？啊，刚才我们商量想在这儿办点逍遥宫，请局长多多关照。啊啊，阿香，快请局长喝茶了吗？请喝茶，局长。好。哎，大家喝茶呀、啊！局长啊，局长，您的意思怎么样啊？啊，啊，好啊，好啊！关照，关照，关照！
就这样定了吧，啊？不妨碍你们大家了，我有事先走了。今天中午呢，请你们吃。哎呀，那就多谢了，局长。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赏光一起请到了，啊？哎，局长，你慢点走啊。慢走，啊，局长，慢走，慢走。不会，留步，留步。慢走，局长。哎，下楼梯拐弯那地方好黑的。哎，局长，慢走啊，慢走了。喂，你们都打定主意没有啊？啊？炳叔，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啊！包你的了啊！老胡，怎么样？来来一个！来吧来吧来吧！哎，我三千，两千，我再加两千，再加七千，三条金条，一对金镯。两上要用大杯子才行，要用大杯子。来来，把酒斟满。哎，不行不行不行，他喝不少了，他喝不少了。没问题的，来就在，哎，来了就不怕输，来。五回呀，七个桥啊，八匹马。来来来，再来再来。来，五回呀，七个桥啊，三回手啊。被抓住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得抬你回去了。我来替你喝吧。哎，不行不行，别喝。哎呀，我喝酒就从来没醉过，愿赌服输嘛，局长。对对对，没怎么丢人的。好，你看这个人。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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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量啊，这是好酒量。对对对，八姑好酒量。八姑，我同你猜两拳呢，啊。哎呀，我怎么敢跟局长猜拳呢？局长赏脸，陪局长划两拳啦。那局长你要让让我的不？怎么让啊？这样吧，八姑输了喝一杯，局长输了喝三杯，啊，怎么样？那一拳定输赢啊！来，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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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六六六六六啊，七个六啊，七个桥呀，包一对呀，啊，输了输了，啊，好事成双，来喝一杯，再喝一杯，连升三级了，啊，诸位，本来呢，我想选个好日子再请大家来喝喜酒的。那么现在看到大家这样高兴，我想呢，选的好不如碰的巧啊，哈！所以我决定呢，今天晚上就接阿香姑娘到我家去了。那么现在呢，就作为请大家喝杯迎亲酒，蒙大家赏光，干了啊！恭喜恭喜啊！啊，三六九，走运了啊！喂，以后都关照关照哦。好说好说，咱们敬局长一杯去。去去吧，局长啊！哎，好好，我们敬你一杯啊！敬你一杯，新娘子，借花敬佛，请新娘子喝一杯。哎，对呀，他不喝，我替他喝了。那就两杯了啊！这杯是我的。好，干！还有一杯，这杯是他的啊！局长，今后逍遥宫还请您多多关照啊！喂，咱们去敬媒人一杯吧！啊
哦，应该。我也是，应该呀、啊，啊，应该应该。三六九，敬你一杯啊！干了这个，好，谢谢，敬你一杯，敬你一杯。三六九，你做的好没？我敬你一杯。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儿，八姑要多喝一杯的嘛。哦，是应该。慢点儿，丈母娘看女婿啊，应该喝大杯子啊。大杯子不行的啦。哎，八姑。好酒量啊你！再喝我就要趴地下了！哎，不会，大人大量嘛！你这干了这杯，大人大量嘛！大人大量，喝就喝！哎，不能再喝了！喝，干，还有一点，干啥？好！杨贵妃，牛醉清香归哟，高力士那酒来哟。他说我是高力士吗？不行，你是唐明皇，怎么是高力士呢？还是让我来。奴才高力士在此伺候娘娘千岁。不行，高力士要下跪的呀！啊，还要跪的？当然了，跪就跪了。来，喂，机长。吃，大家都吃啊！好，姑娘还没回来呀？什么？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没看见她。啊？炳哥，阿炳叔，炳哥，阿香哪去了？我什么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没事，阿香人小胆小，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怕羞，先回家去了。我们去找他回来了啊！我们把他叫回来去了，把他叫回来。炳叔，炳哥，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呀？是的。你们先不要吵。王巡官，哎，你马上派两个人陪他们回去，把阿香姑娘接回来。是。我们呢，在这里边吃边等好了。把阿香姑娘接回来了呢，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要接不回来呢？我自有办法处理。秉根不是搞的什么鬼？喂，三六九，哟，你可不能给我没底儿的轿子坐哟。这件事儿可是你办来的，要出了差错呀，哼，坐牢要坐双倍的。啊，是。你怎么回来了？阿香，你回来了。哎，阿香回来了。阿香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啊？我你讲啊。阿香，你回来了。阿香，你怎么回来的？阿香，你怎么回来的？啊，我偷跑回来的。那个老头子说今天晚上就要我。我死也不愿意啊！哎呀，造孽呀！阿香，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吗？还跑过这儿来？这可是个老虎口啊！就是嘛，我无亲无故，不回来找你们，我去找谁呀？爸，喂，你到街口看着，要是八姑来了，回来告诉我啊！阿香，你别怕。刚才我们大伙已经商量着救你了。是啊，喂，大伙说说，咱们救了阿香，就等于救了我们自己。那，秉根要是没有把阿香交给局长，
逍遥宫你开不成，嗯，我们大伙儿用不着搬了吗？对对对，是不是？是是是，这样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香落在他们手里。对对对，啊，对对对，那我们把阿香藏在什么地方呢？啊，是啊，韩师奶，我看这样吧，我有几个好姐妹，我把阿香带到他们那儿去住几天，你看怎么样？好，阿香，来来，快去吧，快快快快快快！不行了，不行了，八姑和饼根他们回来了，还有警察呢。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样，先到我屋里去躲一躲。哎，那好好，快快快，对对对，快去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你们千万不要说见过阿香啊。说出来警察要抓你们的。喂喂喂，哎，大伙儿回去吧，大伙儿回去吧，各干各的啊。走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走了，回去吧，回去。走走，在这儿看着，只许进不许出，我去看看。嗯，喝干他了，神经病。阿香啊，哎，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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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呀，你先坐这儿了，喝那么多干什么？阿香，喂，你们谁见到阿香了啊？哎呀，财务老，你见到阿香了吗？阿昌，你有没有见达香啊？嗯。补鞋的，你。哎，金医生，你那什么？喂，有谁见到了阿香，讲给我听，我就赏给他100块港币。哇，我见过。啊，你见过阿香？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我见过这么大一张港币的，找死你！哎，你们横要搬，树也要搬的了。我的警察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回去吧，回去吧，咱们就要完蛋了。是啊，他们就要完蛋的了。干嘛你们还不搬呢？上楼吧，上楼吧。来，跟上去看看。哎呀，恭喜你呀，秉叔！怎么了？阿香当了局长太太，都不请喝杯喜酒？我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阿香呢？呵，你真大胆呐！快让他先把这件衣服换上。你先别着急啊，我怕。怕什么？我怕连累了你们大家。哎呀，不会的，你放心好了。谁呀？我呀，饼根。韩师奶，快开门呐，快呀。哦，来了啊。快快快开呐。干什么？什么事啊？秉叔，你摔门干什么？你不要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坐坐下再说。韩师奶，你看没看见阿香啊？阿香啊，不是局长请客跟你一起去吃饭了吗？我怎么知道？嗨，谁知道这死丫头吃吃饭就溜了。溜了啊？哎，你说她有没有在这儿啊？秉叔啊，你问我是什么意思？哦，你别误会，咱们是自己人，我才来跟你商量。你说你有没有藏在这院里呀？藏在这儿啊？哎呀，秉叔啊，你这都想不到，广州那么大，它哪儿不好藏啊？
他哪儿不好藏，偏要藏到这儿来等你搜啊。话不能这么说呀，我是怕这帮房客起了黑心，故意要害我呀。他们哪儿敢呢？这七十二家房客哪个见你丙叔不怕三分呢？这次找不到阿香，我是死路一条了。丙叔，干嘛要去死啊？世界这么大，哪儿不一样混呢？这我都知道，可你现在叫我怎么溜哦？哎呀，丙叔啊，阿香当着你的面都溜了，你怎么溜不了啊？丙叔啊，今天下午有茶舞，我要换件衣服上舞场去了。好，咱们后会有期了。哎呀，这个门老是关不上。这不行了。谢谢，我走了啊。好，走开。哎，去走开。见鬼的。喂，怎么了？三六九挨家户搜查呢。真的？真的。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呢？这事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的。哎，韩师奶，你门上的锁是不是两把钥匙啊？是啊。这就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那我们先把它藏在你那个阁楼里面。哦，你呢就说要赶上五场，叫三六九先搜你这间房，等搜完了之后，你就当他的面落这把锁，等你和三六九下了楼之后啊，我们就把阿香再藏到你这间房里来，这不就比保险柜还保险了吗？是不是？哎，是啊。好，你快把钥匙给我吧。哎，那就是这一把。好，你快准备一下啊，阿香，跟我走。哎，快来。喂，快醒了，咱们要溜了。还不行啊！哎呀，兵哥，摘下来再睡吧，睡得舒服点啊。好好的睡吧啊。露水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喽。喂，三六九啊！干什么呢？我要上舞场去呀，请你先搜一下我的房间好吗？好吧。六九，这个麻烦了。喂，有命令不准出去的。不准？那你给我饭吃啊。锁门了啊！好嘞。哎，107，哟，让这个巫女上班去。好嘞。哎，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啊。哎，369，你怎么不先搜楼下呀？上来了吗？就先搜这儿了。哎，干什么？干什么？搜什么呀？跟我一块去跳茶舞去吧。哎，跳鬼的舞啊，我都要跳海了。三六九，
我说你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你说什么？啊，真的？信不信由你。哎，你快去了。喂，哈哈，好啊！你想溜？你可别乱说呀！哎，这么重啊，这一定是逍遥宫的古今。走，警察局去。哎，三六九，你抓我到警察局，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怎么说？来商量商量啦，有什么好商量的？哼，哎，抓不到阿香啊，咱俩一起溜。这箱子东西啊，二一天做五，这下行了吧？哇，怎么样？好，一言为定，板上钉钉。我看阿香啊，就藏在楼下。咱俩一块儿去把它搜出来，好吧？好，走。先放这儿吧。还没找到阿香啊，炳叔。我跟三六九一块儿搜，谁藏了阿香就抓谁去坐牢。我们下去走，走走走。阿香呢？下去。哎呀，三六九和炳哥下去搜去了，快告诉他们。哦，刚才说什么箱子？咱们上楼去看看。走。哎，啊，你从那边，我从这边。好。好严重啊，金医生！你怎么现在才来看病啊？见病的三六九啊！你已经第三期肺痨了。喂，补鞋的，你见病的三六九啊？他刚刚上楼梯呀！啊！阿香，快走吧！三六九从楼上下来了，你快到下面藏起来啊！阿香，快来！阿香，你还往哪走？快快，躲开！躲开！
看见他呀？哪个他？饼根呢？哦，哎，往那边去，看没看他带个皮箱啊？没看见了，那么大皮箱都没看见，你蠢猪！哎呀，快走快走！哎呀，藏在这儿不保险啊！要死你！肩也够宽，上身也够长。参谋老，你见到三六九了吗？啊，能。能，你看他躲在那个小胡同里去了。哈哈，可找到你了啊！哈，可找到你了。你往哪儿跑去？啊，你把箱子拿哪儿去了？你上哪儿去？你把箱子交出来。你呀，你自己偷偷赖我啊！你独吞还不认账？好，你上独吞去。上桥去，想独吞没门。你要没那事，等等等，把箱子拿出来。阿香，阿香，阿香。报告局长，这箱子是饼根窗口掉下来的。啊，是谁放下来的？不知道。箱子哪去了？是你自己男的还问我？你掉下去了还不认？哦，你还想耍赖呀你？什么耍赖呀？你不给我，我就跟你拼了！啊啊，那是我的身家性命啊！我的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动手。这件案情是极为复杂，要彻底清查，然后依法处理。喂，我看饼根这个家伙想携款私逃啊。是。局长，这箱子怎么处理？放回原处，等待勘查。是。走，现场看看去。哎，局长，你不能走啊！局长，喂，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入内。局长，局长，局长，阿香，在这儿也没事了，在这儿休息一下就好了。你就放心吧，走吧。哦，走了，走了。下去了啊，下来了，下去吧。哦哦哦。要你的命！哎，有东西，有东西啊，有东西！怎么这么轻啊？我去看看。哎呦，逃命了！逃命了！那帮东西呢？啊，那谁知道啊？你个王八蛋！你不还给我，我宰了你！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拉住他，拉住他！哎呀！啊！阿香！阿香！我看见阿香了！我看见阿香了！啊！我看见阿香了！局长啊，我看见阿香了，就在下面那个房里啊！啊！阿香？是啊，下面哪间房？就是韩师奶舞女那个房。去你的吧，报告局长，他就瞎说。下面那间房我亲自搜过了。不，局长，干什么？我亲眼看到的呀！拉开他！你见鬼了你！啊！我见鬼！喂，局长来了。局长。哎呀，你别乱说呀！我的好女婿，哎，怕丑啊！三天没到就来见丈母娘了，你真是孝顺呐！靠起来！嗯，啊，这么大一对金镯子，得花多少钱买呀？买张门票去坐牢吧！啊！该你们倒霉了。铐上三六九。啊！带走，走。饼哥，我们要去哪儿啊？去江府。走。走了。
是啊，局长。你说他女儿会不会真在楼下的房间里啊？局长，你要那个姑娘呢，还是要这有得有失的啊？我要当局长，我要当局长啊！长，我要当局长，局长，局长，就在这间屋，我亲眼看见阿香在里头啊，局长。啊？什么阿香啊？啊？阿香就是我女儿啊，就是你亲自看中的那个嘛。啊？笑话，本局长什么时候看中过你的女儿啊？啊？混账！招摇撞骗，死无赖，带走！啊，我真见鬼了！走，让开，让开！哎呀，局长啊，我的钱啊，局长，把这钱还给我吧，局长，局长！哎呀，这个兵哥呐，这个兵哥呐，这个兵哥呐，你害死我了！拜拜！阿香，快出来吧，别怕了，阿香，坏蛋都抓走了。阿香，出来吧，阿香，出来，阿香。小公鸡，过过过，鸡有窝了是人有屋，那逍遥公全盘输。我们不用睡马路，逍遥公全盘输，我们不用睡马路。